因为大家都讲说免税店的烟抽起来还好嘛，那所以要去便利商店买。可是啊，日本人说其实贩卖机里面烟是最好抽，所以我们进来试试看看。可是我没有带身份证。那一件买他们最道地的七星。这两个是一样的，看。啊？不是很熟烟的。好。这就是大家最流行的日本烟嘛。好，马上抽看看，抽起来，等一下。那你这样子没有在正常的地方抽烟？不过这边有很多在抽啊。你抽得出来有什么不同啊？根本没差。对，大家不要被骗了。